时时静静啊，不下跳呀，不管下，透早、暗时，一天的时间，咱拢爱伫静静中啊，因为呢，时间是不断流逝，幸福的道路也离咱真远，所以爱静而不杂啊，进而不退，安尼才会当到达咱所要到达的道路。所以人生世间，咱应该呢要把握咱的机会，证明啊，咱也讲过去啦，讲所有佛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呢，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为了一大事因缘来，为着呢教导众生啊，安怎样去除迄个污染嘛，会当清净无杂，得向佛的智慧、佛的境界，佛都是用尽了心，所以期待咱众生呢立志定性哦。佛所说的无不都是清净反性，因为佛陀来人间，绝对是不忘记者，不记记者。佛陀是实义者，所以咱要相信佛陀呢所说的教法。不管过去是用方便法顺顺善诱，嘛是同款呐，哎，有教咱行正道，都亲像呐，有大人迷失了迄个方向，啊，问一个背落来的人，讲某一个禅宗，我要去的所在，你会当给我指一个路无？也那无呢？这么大片呐，的道路，这么正多的车路，到底我是要挖对倒位，行对倒位，才找得到迄个所在？就一个记，那伫迄个所在，我看到无？有啦有啦，但是呢是伫正远啦。我今日讲吼，那是一个不小心搁挖唔到，我无听到，搁再绕倒转来咱原地啊。这位指路的人就讲：对啊，条条的道路都会当到位，不过你若差一个方向啊，差一个方向无正确。可能呢，你会在那个所在洗真久，你洗不出来，无听到呢，你会洗得白回去哦。问路的人就讲：“是啊，我真感恩啊，感恩讲即卖会当碰到你，捌路的人，你会当，互我伫遮尼正复杂的车路啦，互我选到一条呢真正确。”未偏差去的路无，啊！你既然遐用心伫咧问路，我会甲你讲，真简单，而且呢，一点啊都无复杂，未乎你容易迷去。那，你就是对这个所在向前行，你爱会记哩，有大甲细的路，那爱记着。太大的路呢，你不通行；太小的路呢，你也不通行。在那个中间呢，有一条拄拄好那条路。哦，拄拄好，到底是偌大才是叫做拄拄好？指路的人就讲：啊，我看你是真聪明啊！啊，其实呢，安尼大。甲细，甲多多好，你也听无？
哎呀，我都唔知影迄个拄拄好诶空间是偌大。指路诶人都甲讲，大道路直直行，直直行，伤过大去啊，无一个规则，无定着，真正有影会迷路。伤衰呢，向前行，无定着是真危险。但是呢，中间这条路是经过了偌尼真侪人来铺的路，每一个地方伊的路呢铺得真点赞温实。只要你相信这条路无大无细，无有变化，你随着这条路行去，就是到你要行的境界啦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啦。两路的人心存感恩啊，相信相信这个指导道路的人是这么透彻，那有这么多人行过来、跑过来的路一定安全。我相信啊，所以伊向这条路呢向前行，所以就这条路呢的路行啊，安尼伫咧过啊。这个故事就是要跟人讲路，但以前问路爱用真心透彻来问，要跟人指路的人啊，也都爱了解这个路的形貌。虽然每一条路都会到位，有的呢是会冤枉道绕，唔知几细路唔才会到位啊。有的路呢是真危险嘛，咱要行的一条道路，唔通贪贪偌呢大，也唔通冒险去行偌小的吼。那咱有一条中道，拄拄啊好的道路，是咱行起来安全，而且呢，过去真侪人行过、跑过，真稳当的道路，这呢是叫做中道。那现在伫要行这条道路，就是中道《法华经》，就是佛演说中道，去除过去的淡空，也代替了过去的说有，现在呢，真空妙有，就是伫这个时刻来向咱表达。所以咱大家人爱知影，佛陀来人间啊，就是为拔众生苦。那众生的苦无离开呢，就，哦，那就是苦甲就。啊，苦就是从集来啦，集真侪时间累死啊！咱嘛是同款无用所见的累死累生，在六道的中间在轮回啊！所以呢，在这呢这长久呢，安尼累死所积来的无明烦恼作业等等。所以呢，疾苦不多呢，就是要来拔众生的苦，那就是要让人人知影，苦是从疾中来。那当然就要施法咯，要用教法啦，用什么款的教法啦？就是要以众生乐灭。哦，大家人知影，安怎样治灭这个苦呢？来照不来咯，吼！你若会当了解苦的源头，就是伫贪着爱染啊，唔是有贪着爱染呐，这呢都无有遮侪烦恼咯。这是一条真坎坷的道路。但是要相信家己，一定是行会到的目标。不管伊路偌远啦，只是呢，有较烦恼，
挡不住的无常，也是挡不住的时间。所以啊，是不是遐尼长长的路，安尼的理想行会到阿未？真呢是较烦恼，所以一个来不及哦，来不及。另外呢，人生世间呐，可能遐尼长多，阿未安怎呢？那伫遮尼长无明的时代呢，是不是会当人人开发了迄个智慧？一旦分别是非呢，才一旦开发了一份的慈悲。那有了慈悲心嘛，有了智慧呢，那自然呐、啊、就知影对过去哎一直忏悔，啊无忏悔呢，无法度开智慧。那无法度开智慧呢，就无法度有慈悲心。无法度慈悲心呢，那就是、啊。是非分不清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偏偏呢，是伫这种的大时代，众生芸芸，苦难偏多。用什么方法，会当让较济人同时赶紧去啊？把这个灯啊点起来，夜灯照路，让人人呢较安全呢。会当头走上了，证明这个目标呢，不管是日时、暗时，都爱勤修精进，走一条路，唔是干那日时头走，应该爱精进干呢，跳呀。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呀，初呀、中呀、后呀，拢是伫咧精进，这就是表示。叫大家人爱爱惜时间，精进呢，唔通分工哦，还是虾米时间，怎样都爱赶紧精进。这些佛陀来人间要安怎样呢？拔除众生的苦难，那就是让大家知，唔通搁再执啦，执遐无明烦恼啊，咱虾米代志都爱看得真开呀。那会当呢，用真单纯的心嘛，好，这种的无明烦恼，在咱的心的面顶，安尼该溜过去，唔通搁再停滞的内心。那要会当快乐，看因语，那就是用法啦，用祈祷告，将这个烦恼无明是非啊，会当在伊的心内。安尼该去除掉，去除掉了烦恼啊，心着一份的光明，看到迄拍的灯火，伊就惊有路啦。安尼呢，就是灭道吼，把迄个烦恼灭掉啦，道路就现前啦。灭掉了一份的烦恼，就是增加了一份的灯光出来吼。心灵的灯光啊，希望咱人人阿未会当好做日月灯明佛，上无呢，咱嘛会当做一支的手灯火吼，安尼来引路，真呢就是为众生路，来别可以行较安全的路吼。种种因缘呐，做苦集，因缘众生拢是因为呢，种种的因缘做着的苦集哦，那也是种种性界呢受不多。咱来想，灭亡的众生都是因为这种种的因缘，这积累了真济的苦，但是呢。咱要修行的人啊，也是爱用种种的性格。咱爱相信佛陀所讲的教法，虽然呐、啊、有
初心、中心、核心，用无共种的这个方法，对无共种的根基，真种种的法，咱一定爱信解啊，所以就一旦修灭道吼。这安怎的方法，甲灭掉了咱过去呢？错误的见解，错误呢？伫内心呢？这种的习气、贪嗔痴，要安怎样解灭掉去？这条的道路，咱来真认真行，咱才有法度去抵灭这个无明烦恼。所以啊，种种相貌立。世法，咱爱用立世的方法啦，才会当行菩萨道是出世间道。所以常常讲啊，咱爱立人群中适应众生的根基啊，咱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咱拢会当来带人，不管你是一个主人，啊，我的苦想要安尼做。我已经想真清楚，这个方法呢，对咱的可行，对咱的做处啊，一定会有帮助。大家人呢，相信啊，对都对啦。或者是呢，有的人呢，感觉到讲啊，你凭什么？你安尼这么大的改变啊？咱大家人静静来看，对唔对呢？啊，对啦，唔通阁怀疑，往前行。合和和谐，安尼呢？这条路呢，都会真清楚。所以啊，种种相貌呢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扮演的角色是啥物？来人间，咱伫啥物款的位置做啥物款的代志？咱的心爱真坚定吼，啊，用柔软的心来。甲大家人分享，用智慧的观念来带动大家人往前行，这呢叫做种种相貌立世法，就亲像佛陀来人间啊。不管是属性阶级的众生，伊都是用同款的心情，小根基的、立根基的，同款的佛陀。虽然啊，伊对未进去的人，伊爱用未进去的方法说法。小小的根基，伊用小小根基呢，拄拄啊好，可以会当相信。这呢，就是种种相貌，同款管的根基，低的知识，同款安尼个诱惑来呢，步于这条路行。这呢，就是爱。扮演适应众生根基，安尼入世，所以啊，咱必定呢爱用种种的相貌啊。我甲大家人拢好啦，无结恶缘，拢是真好的缘。啊，你有啥物烦恼，我甲你劝劝呢。啊，你的烦恼呢，爱去除啦，来拍开心门啊，欢喜向前行。真的，就是随众生机呀。这叫做种种相貌，这句足重要的吼。所以，咱才会当好立人群、立世法，就是立人群，在人群中。所以，最后呢，就是行菩萨道。菩萨道呢，这是真正在人间无挂碍、向前进的目标行。安尼呢，叫做出世的因，和大家人种一个出世。因啊，吼，以出世的精神做立世的志业，这嘛就是咱常常伫咧讲啊。咱若无用出世的精神呐，无法度通去做立世的志业，因为呢，世间呐陷阱多啊，迄个诱因的欲念真多啊，世间人啊，一心真复杂呐。咱要修行，咱要引导人，咱家己的心若无定啦，咱的方向若无准啦，那咱嘛是真紧
对，好，这个复杂的境界呢，安尼甲咱牵引落去哦。但是呢，咱要坚定咱的道心嘛，咱的道心呢是行菩萨道，咱袂去好这个周围纷纷扰扰，真正的复杂，动了咱的心，实在是呢，那好咱呢去厌烦，因为菩萨啊已经是各有情者了，所以牵引所有呢的友情啊，就是要向出世的路去。所以这些爱报善经济啦，在无量义经，敢就是安尼讲呢？佛陀来人间呐，伊呢适应众生的苦难，所以伊爱做不净之师啊。伊爱在迄个苦难中啊，安在迄个安稳乐处啊，所以适应什么款的人，伊都在迄个所在也精进吼，一心无量无量种一心，还是希望人人为救拔众生苦。咱大家人爱怎样，就是因为有集来的苦吼，那。咱要予大家人知，咱家己爱生知啊，那为伊众生乐啊，爱灭道，咱爱了解呢，灭的方法，咱爱修行伊道啊，那种种的因缘呢，会做考验，所以咱对这个因缘呐，咱爱正注意吼，也用种种的性格呢，咱会当修。安怎样灭除咱的苦难，行伫正确的道路，种种相貌入世法，不管什么款的人，咱都是愿意入人群中。安怎样去调解伊的心灵呢？无明暗白，当你行无路，咱爱去甲接引看答，那将种种相貌入世法吼，行菩萨道啦，才是真正出世呢最坚固的因，虽然是一个各有情者，唔通呢受众生呐迄个迷茫去影响着咱，尤其是咱应该呢爱去影响真侪人，可以无有染着的心呐，爱清净吼，这都是咱洁净反省吼，好吧，请大家啦爱惜惜。多用心啊！